现在是早上几点？9:13。我们又睡到了9点多才出发。没有，是他们都睡好晚。这在龙安旅店，就在台一线终点，在那个很小颗台一线终点。等一下，我们可能就从这边26上去，然后去接台9，然后就往花莲出发。我们没有环到垦丁啊，我们是以山线在环岛，比较少海线，因为我觉得海线比较没有那么的有趣，就是要比较多天一点。海线虽然风景很漂亮，可是它的里程比较长，然后比较没有那么有趣啊，所以说我比较没有在环那个海线的部分，然后我都是跑山路为主嘛，啊，这个比较有点乐趣啊。那没办法，东部的那边就还是会有点海线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，吃了早餐就要出发啦。我们现在到了泰马里隔壁呀，对。奶奶家的槟榔掉下来，敲到我的头。
这张惠妹会想哭哎，你怎么这样唱她的歌呢？这个就是我们樱木花道的平交道，我们现在刚好经过太麻里这边，我们就过来太麻里的平交道取景一下。看没？看没？有看没？可以。这么多。完美，完美，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一些完美景点，那我们就先拍拍照，看一下咯。他们在讨论空白机的内容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太麻里火车站，就是在平交道旁边，还蛮漂亮的这里。但在这里拍照要注意车子，要大家要小心安全。他们就这样子，还蛮漂亮的风景。1:30左右收到的，我们行程跑到池上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再走台九，走玉长公路下到东滨，然后再走台11到花莲。对啊，那我们先进去吃到便当啦，拜拜。6:00左右，我们到了花莲，然后这次是住一个很便宜的民宿哦，给大家瞄一下哦，对，就是一个住家当做民宿的样子，那它非常的便宜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行程，到时候我会把一些相关的资讯都打在下面，然后大家就可以看一下，因为其实我们这次的住宿费用平均每个人大概都只有2-3千块而已，然后总共4天3夜，现在到花莲有点累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去吃晚餐，那后面大家再开下去咯。哎，我们到花莲，所以当然要逛一下东大门夜市，可是这个人也太多了吧，多了，对，你看超多，往前也是，对，超多人，我们要逛夜市吃晚餐，今天晚餐就随便处理，然后就吃，那等一下来看有什么东西在玩了。好啊，我们真的找不到吃什么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后面那个，
后面那个就是第一家烤肉串，哦，那每次都是排到一个没办法排下去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跑来吃它对面这个海鲜的。结果老板娘她又吃生蚝，然后喝啤酒。不是，他们是露水。露水，对啊，一开始说要吃露水，就会这样。哎，不过它这个啤酒好喝，很顺口，生蚝。OK 啦，而且它是酱辣辣的，我还蛮喜欢。好了，那我们再等菜来，那就是吃饱了就回去啦。